早上的7点钟，大路上的行人也开始多起来了，太阳也出来了，准备开始出发。这个房间虽然是靠近路边，但是窗户上一关也没有什么噪音，也不是很吵，睡得还可以。我订的这个房间呢是在网上订的，然后70多块钱，位置也是可以，靠近距离火车站大概有2公里左右吧，靠近人民公园，然后在周围的这个商圈，走路了也就是10-20分钟。大家看一下这个房间也不小是吧，也是一个旅游城市嘛，是8大古都之一，然后历史文化比较丰富，所以说呢有的时候游客比较多了，房间就比较紧张，特别是节假日的时候，但是具体的我没有节假日的时候来过，不知道会不会涨价。现在呢我就准备出去这边的一个早市去逛一下，具体的情况不知道，我到了现在7点吧，我因为这边没有共享单车，我需要坐公交车到达早市，不知道到了以后会不会，就是说早市会不会解散，我们先去看看再说。现在坐上公交车了，现在到这个艺园了。这公园里的绿化很好，然后覆盖率很多，很高，然后还有这个很多人在这边锻炼身体。现在的时间是7点多。安阳呢，它是周易的发源地，这个艺园呢主要是突出地域特色，展示博大精深的古都文化，所以说取了这个名字。哎，你好大哥，这附近有个早市在哪个地方？哦，从这里出去哈。好，谢谢。这导航上不显示早市，所以说也只能问一下当地人。目前呢我刚才差一点走错方向，现在又往反方向走了。哎呦，这个公园还不错呢，有水有湖，环境真好。这个公园呢还是他们那个安阳市4大公园之一。这个地方就是出口了吧，现在是7点半，我看前面那么多人，是不是前面就是那个早市呢，去看看。据说这个早市呢是安阳人气最旺的吧，人也最多的，但是这个早市的时间点它控制的比较好，就是8点钟左右就收了，现在已经7点半了。哦，现在你看地上的这些卖菜的什么的，剩下的一些还能看得出来，刚才是很热闹，很多摊位，但是现在好像看不到什么人了。这条路上人流量不少，但是看不到什么卖什么东西的了，是吧？一眼望上去都基本上没了。你看这地上明显的看到，就是早上有摆的摊位已经收走了，剩下的菜叶子什么的。那也不能去了，来晚了。这边都是卖早餐的了。这里面还有，但是人都不出来，人很少。白菜1.5块。不好，有白浪的啊。慢点啊，先上，好慢啊。
我都觉得我起得挺早的了，也没赶上。这边也没有了，就固定的一些摊位啊，里面是不是一个市场啊？哦，这边是一个大型的蔬菜市场，我们来看看这蔬菜市场的价格吧。秋月里又水又甜，10块钱3斤。这个市场还真的不小呢，但是这个市场，你这样子算室内还是室外呢？应该也算是大，就算是大棚下面吧。这个蔬菜哦，那边是专门的卖肉的，哦，它挺大的，这个是大大棚，那边呢是哦卖肉的，卖菜的，卖面条的。挺大，确实这个市场挺大，但是早市没赶上。这红薯是1.5元一斤，香菜1块钱一兜，阳光玫瑰特价5块1斤。脆甜，这个怎么卖的，老板？这个怎么卖的，老板？10块钱2斤。10块钱2斤。啊、哦，春天不酸。你给我带一点酸梅。5块1斤卖就是是吧？对。给我装5块钱。2斤10块，十抽的。真的是。现在跟油了要酸了，给你100元。3斤的、4斤的，装大一点的。5块钱就够了。5块8斤，我6块也6块。装。糖心柿子10块钱6斤。这个梨2块。我觉得这价，哎呀，这价格真的很实惠啊！头茶巨峰葡萄2块钱1斤，这个市场应该是这边最大的了。卖什么的都有，日用品的，卖衣服的，蔬菜的，水果的，鸡鸭鱼肉的，还有卖花的，一应俱全呀。黄瓜2块5一斤，大家觉得安阳这个市场这些物价怎么样呢？那么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吧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